就放下该放的，让他去追。媳妇儿，生日快乐！下班了吗？老公带你吃早餐去。没有呢，老公，楼梯就这两个扫把星子，说买车又不买，说买车就带。那你买不起，你还买？哎呀，这不修车的变儿的那个小子吗？这俩人一样的，真是什么样的人找什么样的。太多太多不容易。怎么的？马爷现在能过这么高，是不是都是哦，不对呀，心情的转眼就过去。再说了，这个生活还是变成辛苦了，你见过吗？就拿路人说谁呀？瞅这么不顺眼呢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来，叔叔来，这片天，你我一起唱。你告诉我，你想咋的？欺负人上瘾是吧？我想咋的？我给我媳妇弄不高兴了，今儿得给我哄好了，要不谁也别想要。老弟，咱们是有素质的人，狗咬米一口，还咬狗一口啊！你他妈说谁呢？他妈也不打听打听，谁不认识我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他妈一片谁不认识我二刚？不认识二哥，我就认识二狗子。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手段。你今天你有什么手段，尽管的使出来，倒要看看人心到底他妈有多丑陋。但是你别后悔。好，你等我一分钟。老公，拿它干嘛呀？修车的脸上这么干净，你不觉得应该挂点彩吗？我给它点颜色看。这个好玩，让我来。媳妇儿做得好，颜色是够的。媳妇儿，把脸整白的了，老公负责帮你洗干净。媳妇儿，你看他干不干净？小子如此，何必当初看看当初的。你们太过分了！你们这样打我老公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。我们一个气死男儿，上跪天下跪地，让我给个狗跪，不可能。不跪是吧？那我就叫人打折了。看你们今天跪。只有你们会叫人是吧？我知道再也不能幸福。小部队，等人来了，你们就知道是不是小部队的。再大的部队，你们不也是清楚的吗？劝你们不要瞧不起任何人，因为你瞧不起的人，没准明天就是惹不起的神。敢不敢跟我混个地方？刚才这车好像有监控，现在到这儿了，我看你俩还怎么牛逼。无论在哪里，我都不会怕的。太多太多不容易。那今天倒看看你们到底能把我怎么样？时间转眼就过去，这身后跟的兄弟，有谁比我更了解你？我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，还没见过你这么太多太多。我今天就装逼了，让你们看看我到底什么实力。我懒得跟你废话了，今天你这腿我谢定了。时间转眼就过去，这身后不散的眼睛。喂，王经理，怎么了，董事长？我这里出了点事儿，赶紧带人过来。好的，董事长，位置发给我，马上带人过去。兄弟这样呢，哥这有点事儿，马上把人给我带过来。好了，兄弟，马上到。兄弟出事了，马上跟我走。这他妈谁呀、啊？敢惹我刚哥？走，走，上车。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样你这个样子，你就挡住老公心一腿吧。我们在这里，我现在就等你。我们不一样，虽然。就这样来了闹心的贼，突然袭来就让我没有防备。我的心被你掏了无怨无悔，谁能够体会？谁先关上了？你就这样来了闹心的贼，谁他妈欺负兄弟了？我站住了。来就让我没有防备。我把他腿打断。小子，我看你活腻了吧，我打他。谁能够体会？